妈的，这里也不够嘛，送到我这里料子，我看到多少就给多少，你卖就帮你收，我又能回来了你。干大妈，大家好，我是缅甸小龙，今天呢有一个货主说要来验资1000万，他说有一个冰洋绿和玻璃种，说要拿过来我公司给我看，所以呢我就准备这么一点钱，我们先看货再说，好吧？等他一会儿。Later。冰个喇叭，冰个喇叭，冰个喇叭。哎，你好，你是小龙吗？对，是我。哦，我看到你视频，我看你是收皮鞋货的，对。是。我这里有2块，一块是冰洋，一块是玩玻璃的。一块是冰洋的，一块是玻璃种。对啊，拿出来。你的钱准备好了吗？1000万准备好了吗？这个。这个弟弟妈妈钱不够我的，不够我还有，我看货好吧？那就。算了吧，你这么等等，我再给你拿过来钱，坐。拿过来，这么弟弟们摸的什么够啊？这个来了，这里够不够？妈的，这里也不够啊，这里还不够，也没有1000万呢、啊。我告诉你，这只是一部分。我的料，如果说你的料子好，我的料，我的包身贵，还有你放心，我不缺钱，好不好？来，拿出来。料子先看，如果说我说的对，也就算这些。这么一点钱不够，这么一点钱不够，拿出来。什么料子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玻璃种和冰洋绿。玻璃种和冰洋绿，对 ，OK， 拿出来，来，两个都拿出来。这个是玩玻璃种的，这个是玩玻璃种，对。你看，这个冰洋绿，你看，冰洋绿，不用压的了，你看，这个不用压的了，你看。来，妈的，你这么一点钱不够的了。不过下面那些什么冰洋绿啊，这个是啊白银山木纳白银山、啊、开窗有色啊，但是它的色很阳很绿，没有到冰洋绿啊，兄弟，我不要压灯，大我都能看得到啊。就马里瓜，这里好好看嘛，你好好看嘛，大哥。什么冰洋绿啊？这个料子不到冰洋绿啊，只是一个色而已啊，色够阳够绿嘛，木纳。白烟沙木纳王色壁件嘛，啊，做个白件可以，这个料子形状也好。我看一下，你说玩玻璃种的料子，对，这个对吧？对。哦，这个的话是一个墨西沙啊，黄皮墨西沙，实心特别好，实心弯整的这个，实心黄皮墨西沙啊。我们来压灯看呀，没有到玻璃的啊，兄弟，这不是玻璃种，知道吧？大哥，这个还没有开窗嘛？这个我妈，你荒芜地下求高货嘛？大哥，我妈，你看这个窗身有荒芜，你看，出不了，这个料子玩不到冰。哦妈的，你好看料嘛？这个我知道荒芜地下出高货，但是玩不到冰，还有力嘛？这个料子要去搏嘛？回去有力很正常，大哥。行吧，这两个多少？这个给你，这个不用给你，拿走，1600万。这一块1600万。1600万。对，1600万。这个呢？这个给你50万。50万。对，50万。这样我给你个价，如果说这两个料子能打到玻璃种和冰洋绿，我能看得到你说的价。但是这两个料子玩不到。你说的名字，兄弟，这两个料子我给你个价，好吧？这个料子，你算吧，你算。这个料，4万。4万。对，这个1万。为什么我给1万？这个，因为这个料子还要去磨嘛。算了。它是黄皮墨西沙嘛。算了，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。那算了，算了，再见。你这个价，想多了，这个价卖冰洋绿。你去哪里找啊？这个价？什么玩意儿？哪里？好吧，你去给别人看，好吧？不卖，算了，再见。哇，这种料子还来跟我说冰洋绿玻璃种啊，老铁们，想什么还来验我的资啊？我的天哪，现在货主一个比一个牛啊！操，浪费我的钱。哎，大哥，怎么又能回来了你？刚刚你给多少？刚刚你给多少这个料？总共5万。一个是1万，一个是4万，啊哇！你再加点吧，大哥，加不了。我这里的规矩，所有货主送到我这里料子，
我看到多少就给多少，你卖就办你收，你不卖那你就拿回去，好吧？卖了就是钱 ，OK？ 我这里有规矩的啊，加不了，不像别人啊，不墨迹，能卖就卖，就一口价，对不对？看到多少我就给多少，对不对？你再加点吧，大哥，你加不了。老板，哇，来，给你们，给我啊。好，放了。你坐一下，我去给你拿钱。啊，这些不拆。来，5万块钱。啊，你的框我不要，拿走。慢走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以后有什么料子，你说清楚好吧？不要说冰洋里玻璃种，什么料就是什么料，好吧？有啥说啥，咱们。好 ，OK， 好吧，拜拜。嗯拜拜！我的天哪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料子啊，这个料子啊，它是一个白银沙、啊，老铁们，白银沙木纳，啊，木纳敞口，大家都知道，玩色毕竟，他开了这么多的窗，然后就谈他开窗的一部位，因为能看到色了，色非常阳嘛，还没到冰阳绿，啊，自然光都能看到，不要压灯。这种料子4万块钱，随便玩。这个是一个黄皮墨西沙，啊，打灯，这边有头沙，玩不到冰，也有机会薄冰嘛，啊，虽然说玩不到冰，对吧？有机会，皮壳非常老，老黄皮了。行吧，老铁们，这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下一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我是明定小龙，拜拜。